瘦瘦的，然后这个皮重重的，然后这是粗粗的，别细细的，这细细，然后粗粗的，然后别细细，然后下面从粗，然后变到细。两个感觉就牵得很紧密。马上变轻的，然后马上又要变很重的，最后马上又弹起来的。哦，这些毛笔的弹性，柔软的弹性，一定要把它表现出来啊！孙过庭自己说的“微笔软而奇怪生烟”，因为笔软才可以做这些粗粗细细的效果。词，这个词看起来有点乱掉啊。主要是它已经破掉了，根本不晓得它在怎么办。那遇到这种事情，就是用经验值去猜呀，不然就翻字帖嘛。啊，上面写这个，那写上去，又不是楷书写上去，那隶书啊，还是有写上去啊。哎呀，弄得这个时代真的越来越接近楷书了。楷书这时候其实应该在萌芽了。都已经东汉末期了，这里翘得太高了点，意境表现的能事。那这里面三横，以前的心都是三横，现在心是两横，我还是可以把粗细强调一点的、啊。